位于台南市中西区的开记共生堂，创立到现在有300冬。今年举办社运礼道吉安青椒大典，也趁这届捐赠一台价值100万的航空巴士，让台南市政府提供新兴障碍者使用。市长为特出席代表授证，并挥赠感谢状，感谢庙方当年热心公益，用实际的行动照顾台南市弱势族群。由市长为特代表。对开机共生堂主任委员刘建成接下护空巴士，这是庙方今年举办创建300周年社运礼道吉安青椒大典，趁这次的机会，捐赠护空巴士予台南市政府，市长也挥赠感谢状，感谢庙方当年热心公益，用实际行动照顾弱势族群。来捐献这一台护空巴士，能够来发挥我们本身。辛苦千岁本身一直在帮助社会的弱势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共同的一起来努力。一天800几抓，这样起来是使用率很高。那事实上，谢谢我们共善堂可以寄付这台，这马上就我们的车队就得到生力军，可以提供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更多更多更大的帮助。这实在是善莫大焉，善莫大焉。根据社会局资料，台南市身心障碍有99,000多人，目前全市总共有155台小型，兼一台中型的航空巴士，每台民警提供18,000车次的服务。为了保障使用民众行车安全，市府会定期替换年限超过10吨的老旧车辆，由1908年至今累计受赠50台，并替换56台航空巴士。社会局感谢社会各界关怀。祝福地方有需要的新长者。记者孙颖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